结婚生子好麻烦，被问婚期，吴建豪迅速拒答。阿妹应该是真没嫁，可吴建豪可能却已经娶了。被传今年八月已经觅婚，他昨天带着自己新推出的性感写真站台吆喝。Vanessa 写真集里露很大，难道不怕老婆吃飞醋？他做什么我都觉得好，我做什么他都觉得好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？对。最近宣传新书流行报隐婚博眼球，不知道吴建豪会不会趁着这个时候也公布一把婚讯呢？下一个问题。小编点评：你这样书可能就没有吴尊卖的好哦。